吧，大王，大王，饶了我吧！下一个，大王，我再也不敢了。大王，刚才这个是今天最后一位了，想看表演的话，只能明天了。又是明天，我想看看让我高兴的节目，怎么就这么难呢？是是，这搞文艺的，不能让人高兴，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吗？全都送去虐待！我不要！你们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位艺术家！放开我！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死了！小妹，小妹！你们太狠毒了！你不能死了！我还有一句话要说。我受不了了！我不要看了！你说吧。大王，要不您看看电视？看电视？你还嫌我不够烦呢？不是啊，大王，您不是一直嫌自己的智商太高吗？那就得多看看电视。嗯、有道理。哎。今天生产进度怎么样？弟兄们加班加点，已经超完成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大杀器的储备十分充足，足够使100个城市陷于混乱了。嗯，不错，让弟兄们好好干，等我把地球毁了，我给大家发奖金啊！大王，那小子受不了，咬舌自尽了，拖出去喂狗。是啊。我们的情报人员有消息了吗？还没有，这次我们派出去9名顶级情报员，可是都没有回来，估计都没有找到大杀器。008，008，008，我该了。我在侦查的时候被敌人发现。那其他人怎么样啊？全都死了。啊？我也不行了。008，你不能死啊！要好好活下去。这是我历经千辛万苦偷拍到的照片。那哥是么家伙了？哎呀，不好意思，拿错了。008，关键高不重要，关键是大杀器。你要不要关于大杀器的情报喽？我从我表妹那里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哦，我表妹她告诉我，她的三弟曾说起过一件事。啊？这件事就是她的邻居曾经告诉她，告诉了某家了，说她的保姆曾经说，她的舅舅。008，快告诉我他的前夫到底干了某家伙。他说，他的一个网友曾告诉他，大杀器在鸟笼山。008。鸟笼山。现在播报整点新闻。今天上午，世界警察总司令乔布士先生在世界警察总部三角大楼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要求鸟笼山接受武器检查。下面请看详细报道。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of World Police,
Mr. 乔布士。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在这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关于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活动。今天这个会，我要着重谈一谈关于萨达姆盘踞在鸟人山的关于违反武器限制条例而进行的关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的问题的问题。女士们、先生们，萨达姆真的没有生产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妈，非也。我们现在已经派出了武器检查小组，准备对鸟人山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我们要求萨达姆乖乖的活动，否则我们保留进一步采取全力的措施。我也不知道。大王，山下有情况。你不能上去，我们要检查里面的武器，为什么不能上去？大王说了，在我们生产大杀器期间禁止你们进去。你们听好了，三年来这里每天都在秘密制造大杀器，到现在累计已经生产了10000件以上了。只要我把它们投放到世界各大城市里，我的梦想就实现了。你们快滚吧，我是不会让你们上山的。哈哈哈哈，姓乔的来抓我呀。哈哈哈哈，注意，我们即将开始对鸟笼山进行侦查，明白。我中弹了，飞机失去控制。I'm going down， 飞机即将坠毁。5、4、3、2、1，坠毁。哇，老家的枪法真准啊！这种飞机，大王用竹竿都可以捅下来呢。哇，太厉害了！是著名刺客无名的弟弟，因为我有名字，所以人称有名。多年以前，我的哥哥去刺杀暴君，由于他在最后关头主动放弃任务，使得暴君得逞，从而遭到世人的唾骂。哎，我下定决心要为我的哥哥立功赎罪。16岁那年，我从山区来到军营，苦练10年，终于成为海龟突击队的一员。我们今天要接受的考试内容是解除恐怖分子放置在3楼的炸弹。你的对手是10名由中情局特工扮演的恐怖分子，他们将阻止你拆除炸弹。祝你好运。Counter-terrorist win.
说的就是你。我顺利通过了六级考试，据说我是三年以来第一位通过六级考试的人。世界警察总司令乔布士要亲自接见我，我感觉我离我的目标更近了。司令，你死也明白，先走了。夏军，过来泡澡。马上就来，快点，快点。首先更新你通过的楼梯。谢谢乔司令。这次找你来是有个重要的任务让你办。不会吧？你们中情局的人呢？中情局？从001到009都失关的，剩下的药都是反痛，不信你回忆一下，他们十个人都搞不定一个人。唉，让这些人前往鸟笼山去侦查大杀器的情况，简直就是去送死噻！要晓得这大杀器可不是闹着玩的。长官，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憋在心里，大杀器究竟是什么东西？干实话，大杀器我也不晓得是么家伙，就连我的情报人员的表妹的三弟的邻居的舅舅的堂弟的女友的前夫的网友也没看过，虽然没人见过，但个个都晓得这种武器的威力巨大，只要试验一次就能造成许多人一连串的反应，具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所以维护世界和平就要靠你的。这你不要怕，我晓得你有心理阴影，你哥哥的事情我还晓得，这件事不能怪他，真正的幕后巨魔另有其人，他们为了各身帝王，不但没法战争，还让你哥哥背到黑锅。算了，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你看，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等候，这个艰巨的任务可就要靠你来完成了。这条红线是什么意思？这是地铁八号线，后年年底将要通车，一直延伸到鸟笼山。那这有什么意义呢？你年纪还小，这条路径你是不会明白的，总之你只要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就行了。请放心，我立刻马上出发。找你妈到整根。咱们电影里好不容易出个女的就这么杀了，那观众会不会有意见啊？观众的意见定个屁。下一个。大宝，这是今天最后一个了。
对你不见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沙达摩的烟名，绝对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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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最终爹吗？三声爹吗？三声爹爹妈妈。你是我的偶像，我的随便，每人念百遍。我要为你唱歌，为你盖楼，为你贡献一切。爱你爱到心里，爱到根里，爱到骨头里。嘿，鸟笼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谢谢。两句能说清沙达摩的烟名，绝对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沙达摩的烟名，绝对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谁要是不信，谁要是不信，我他妈跟谁急。我要你留下来天天为我表演，愿意吗？啊？沙达摩的烟民，你觉得不是英雄，但是你是我请沙达摩的烟民找个人起来跳嘛。沙达摩的烟民，你觉得不是英雄。睡觉。
说，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谁派你来的？大王，你这样问是不行的，通常电影里人都会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们从你身上搜到了这个。我知道你叫有名。是又怎么样？想从我嘴里套出来情报，做梦！我受过海归特种部队的超级拷打训练，严刑拷打对我只是挠挠痒痒而已。严刑拷打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不是提倡科技创新吗？我们现在有更好玩的东西。大家好，我叫有名，我是无名的弟弟。哦，原来那个被忽悠的大傻瓜是你哥哥呀。隶属于海归突击队，曾受到世界警察总司令乔布士的亲自接见，并且接受了秘密任务。明天我就将潜入鸟笼山去侦查大杀器的情况，所以接下来这几天我就不能更新 blog。行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能不能在我的博客上留个言啊？大王，你说乔布斯会不会来攻打咱们？我们的军队现在的战斗力怎么样？我们军队战斗力非常强大，世界排名第四呢。武器装备怎么样？我们的 B41是世界先进武器。那士气怎么样？士气非常高涨。那我们还怕什么啊？回去睡觉啊，走。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要求享受战俘待遇，这样不公平。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啊！我要死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小妹。想杀就杀，你不能，用不着这样对我。我还有一句话要说。你说吧。你们听见了没有？给我来个痛快的吧！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小妹，小妹，我还有。把他关掉啊！关掉。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鸟笼山旧闻和废纸摘要节目。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敬爱的傻大木司令昨日观看了歌舞表演，并同演员亲切握手；鸟笼洞全体官兵狠抓安全管理，落实岗位责任制，取得了初步成效，于昨天夜里抓获一名间谍分子，并对其进行了虐待。鸟笼洞评论员文章强烈抗议乔布士对我洞实施的不友好的侦查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敬爱的战争爆发，战争爆发，鸟笼山战争终于爆发了。乔布士、沙达木，究竟谁能赢得胜利？马皇卫视特别专题节目《鸟笼山战争》将为您做全程直播报道，敬请收看。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of World Police, Mr. 乔布士。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在这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刚刚从我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傻大木确实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世界警察历来高度重视大杀器问题，对于傻大木明目张胆生产和存储大杀器的问题，我们世界警察绝不能坐视不管，绝不能容忍傻大木势力在生产大杀器问题上越走越远。现在我决定立即出兵。太好了，终于打
堂了，老师来帮急，这终于不用发愁了。我太激动了，我又可以开始吵了。啊，你干木家？你不觉得这样做很无耻吗？我觉得人可以无耻到我这样的地步。各位观众，今天早晨乔布士正式宣布他找到了鸟笼山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切证据，随后由乔布士带领的世界警察安鸟部队出发了。那么此时鸟笼山那边又有什么情况呢？为此我们决定立即前往鸟笼山进行采访。各位观众，我们已经来到了鸟笼山，即将进入鸟笼洞进行采访。有人吗？有人吗？演出结束后，沙达姆司令一你找谁？我是记者。鸟笼洞全体官兵很安全管理，落实岗位责任制，取得了初步。我想采访一下你们对于鸟笼山战争的看法。哦，那你找我们新闻发言人吧。谢谢。于志明犯罪分子交代，他是乔博士派来的奸细，是来侦查我洞内隐藏的大杀器的。根据他的犯罪事实，沙达姆司令下令对其进行惨无人道的虐待。随后我方人员就对其展开了惨无人道的虐待。请问您是鸟笼山新闻发言人吗？我想请您做个采访，可以吗？啊，行啊。今天世界警察宣布对鸟笼山发动战争，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大家不要惊慌，敌人根本不存在，那全是他们编造的谎言，我们这里一切正常。各位观众，鸟笼山新闻发言人称并没有发生战争，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决定回去继续对安鸟部队进行跟踪报道。到达本次行程16公里，车费387元。什么？抢钱呢？你这计价器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哥们儿，我这没办法，这油价一天天往上涨，我开出租车我容易吗？我兄弟，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不对的？我们是安鸟不对的。安鸟不对是什么意思？就是安理会是个鸟啊。我们连安理会都不怕，还怕你个小小司机？兄弟们下车。走，下车。你哥们儿，你们怎么不讲道理啊？怎么了？你们怎么这样、啊？我们就是不讲道理，你管得着吗？各位观众，我们看到安鸟部队已经迅速来到了鸟笼山，安鸟部队的总指挥官乔布士开始对现场进行勘察，制定作战方案。给钱，你叫我们给钱，200多块，你疯了吧？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是是是。那是一定的。我接，我连着，我说谁？我大清早的，谁在打枪啊？不知道啊。怎么回事？大清早的，谁在开枪？你出去看看。大王，大事不好了，大部队鼓掌了。没想到新乔子这么快就动手。弟兄们，全体出动。等一等，
飞机你不行，打仗我不行，这个鸟笼山能否能保住全靠弟兄们了。大王请放心，头可当血可流，鸟笼山绝不能丢，人在阵地在，人在阵地在，人在阵地在。好，为山捐躯的时候到了，弟兄们去吧。大哥，你说咱们真的要捐躯了吗？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大王都有一个什么样特点吗？什么呀？就是能让人心甘情愿为他捐躯。啊？喂，大王，请指示。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要与敌人决一死战，只要敌人一出现，就会落入我们的重重包围之中，造成重大击。非常好，我预祝你们胜利归来。哎，要不然咱先躲起来。往哪儿躲呀？人家有红外线探测器，探测到了就有炸弹，怎么躲？那咱怎么办？你们问我，我问谁去？哎，对的。队长，都快到山顶了，怎么还没发现敌人？就是，嘘，别说话。三、二、小弟呀，哎呀，后面退一下。快点！啊？别杵啊！哎呀，真是！五，带着吧。五，四，老乡，你们在这儿。别烦我，到你了，快点。该你了。十，这个，对吧？四个，那你咋不出牌呢？老乡，咋的？你们有没有看到一群人手里拿着武器的？啊。What's this? What's that? 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book. 啊，这位大哥，你有没有公德心呢？又扯又闹的，还让不让人家复习了？人家明天还帮人考四级呢。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en. 弟兄们，没什么情况，继续前进。走了。哎呀妈，这把车太牛了，我拿五分。啊，兄弟们 ，OK。来，准备了，准备了，看镜头，看镜头。来来来来，我也要照一照啊！欢迎各位领导，咱们这么顺利到达目的地，太轻松了。我要跟你照照，好不好？来来来，我跟你照一照。报告，我们已经控制了鸟笼洞外围，没有遇到敌人。今天我做撒旦哦。是。上。举动，举起手来。转身，双手抱头。撒旦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拥有大杀器？难道你想毁灭地球吗？不错，我和地球。我和地球人，三年前，我开始泡轮船。每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不错的文章或者图片，
满怀热情地转贴到论坛时，他们竟然都说这是火星子。长期被骂作火星子，使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决定破罐子破摔。既然你们都说我是火星人，那我就毁掉地球给你们看看。我要告诉这个世界，火星人不是好惹的。撒旦木，我告诉你，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要保卫世界和平，地球是不会毁灭的。让我来吧。不行，按规定你是不能参战的。我不是参战呢、啊、我是自卫呀、啊、嗯，有道理啊，注意点。哎，还没完，你怎么就走了呀？导演，你看是不是再重来一遍？不用，继续。撒旦木，你今天是跑不掉了。放屁！我想跑，我就跑。哎，好个蛋，士兵们，跟我来。劳拉，快打过来把我搞出去，快！要命呢，大家快快站好。啊，小妹，小妹，我还有话要说。啊，说吧。明天再跟你说。啊，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啊？哎，这电影太好看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电影。哎呀，没想到电影这么好看啊。我从小啊就生活在贫困山区里，16岁开始呢就开始那魔鬼般的这个海龟突击队训练，一直听说有电影这个东西，但是从来没看过。来，让开，让开，让开！终于看到。幽冥，幽冥，你手哭的。哎呀，你挡着我了！你看不着我了。哎呀，你挡着我！来来来来，快帮他盖开。这个电影好看是好看，不过有些事情我老是看不太懂。比如这个人身上插着一把刀，从这一边跑到那边，从雪山跑到草原，还有这个姑娘，她怎么也死不了啊！不行，这个要死。我跟你说啊，如果这个死呢，绝对不能死得拖拖拉拉的。如果我来拍呢，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一次就死光。我会发的，快带我去找打杀器。哦，你那边有电影看？哎，快带我去看打杀器啦！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发现电影确实是个好东西啊。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打算试一试。走。这怎么搞的？想不到他们也搞豆腐渣工程。大家退后，把它打开。哎呀，怎么又是我呀？你不是想比赞吗？这表现还是……哎，我磨蹭呢。哦。发现了我的大杀器，
当我第一次知道大杀器能够引发血案时，我被它蕴含的巨大威力所折服。一个大杀器能够引起一连串的血案，十个大杀器就是十连串，那么一百个大杀器足以毁掉一个城市。好了，我现在开始实施我的复仇计划。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在这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观看一部DV短片《鸟人山剿匪记》。我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鸟人山剿匪记》以冗长的节奏、简陋的画面、荒诞的故事、糟糕的表演，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全世界人民纷纷对这部短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广泛赞誉。最后，我仅代表全世界人民对《鸟人山剿匪记》的圆满接受，致以热烈的祝贺。前面这个好多套的啊，
卖了大概二三十套了吧。还我的地，还我的地，还我的山，还我的山，还我的地，还我的地，还我的山，还我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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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的山，让他们冲啊！